比赛根本就无公平啊！我嘛感觉足奇怪的，明明就是恁妈包的水饺较好食。莫讲啊啦，你的水饺哪有可能甲我阿哥的日式煎饺比？我妈的水饺吼是全世界上好食的，迄是恁妈骗你的。我阿哥讲，阮的日式煎饺是请李文杰就厉害的师傅包的。无像恁妈妈只是伫菜市包水饺，比赛是恁班的，最后三步是恁赢，根本就无公平啊！你们作弊！卖输袂起好无？善食人的受欢，真正是足好笑，阁想要甲阮遮有钱人要求公平？可心，你哪会当咧讲话？啥物有钱人、善食人？善食人又阁安怎？你妈毋是足喜欢食阮妈包的水饺？那是阮妈妈可怜恁妈妈，其实恁妈妈的水饺根本就无好食，甲喷同款。你才是喷啦！陈亦凡，我要甲老师讲，你怕人？哼！哎，讲到这，你那可心真正足害的。你刚才呀，伊甲阮亦凡讲啥？伊讲哦，阮家的善食人，我要甲恁家的好呀人讲公平，那是一件足好笑的代志啊！害伊安尼一路安尼足艰苦的走回来呢。可心，刚才是安尼甲亦凡讲哈？是啊，所以我甲村民才决定要做亦凡看，我爱互恁遮有钱来看阮无啦。你是个较手人，较紧去倒地互我拎，是马上来。今嘛，我已经是公主啊，所有人拢爱听我的话。妈，你倒来啊？你会忝无？我叫你先去帮我看下。哎，咩啊，可心，哎。我代志要问你，什么代志？兄弟，来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有甲亦凡讲，因为因家是善家人，我着甲有钱人比拼，所以这边的比赛，因才会输阿哥。你讲完，你讲。可心。妈，你敢真是有讲这番话？我袂记啊。袂记啊？拄发生的代志，哪有可能放袂记哈？妈，我真正无安尼讲，是迄个陈亦凡讲白贼话啦。陈亦凡讲白贼，但陈亦凡这囡仔，我自细汉看到大汉。你不可能讲白贼话哦。好，我即马我着打电话给春梅阿姨，我叫伊带亦凡回来，咱当面对质。妈，你莫打电话啦！我开始安尼讲，不过是因为陈亦凡讲姑姑是作弊才会赢。